这不是神经病，是理想。这些他们曾经赢不了的或者不拿的英雄都必须得拿出来用，而且还用出新体系上去了。柴脸在蔡国进行奶了上两把火，带进了赚大的花还是不够，但是还是杀不了中间的一个一闪击戳死的花云，不然一个人在后排他牵制三个，不然是的，再继续用小野怪贴脸打小野，不然还没赚大，小野这波已经没有技能了，再飞还要飞，再来个二技能的吸回头，再来一技能大招收掉了小野的人头。除了我，猴子是世界第一。哎，梦兰被逮到了，长城岩浆吧。白脸没打着，拉回去的话，这接到梦兰打架，但是另一边装出团战，扣啊，团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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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团恋爱和战斗都要勇往直前。遇见胜利，加攻 kill， triple kill， quadra kill。抱着最轻松的心态来打比赛，但是在这个节点是灭毒也想先拿个头再说，缩进去有没有全部积分，拉克也赚了进去，瞬间伤害拉满，身后花园在连塔，这一波要一波了，东莞大部分被融化了，只剩了一个撞克的公孙离在泉水里面出不来呀。马可波罗拿了三连决胜，连续杀了三个，对，上升到团队的级别，之前你让我就下去了，踩三个，注意的扫，露娜还没断大，再飞，再上，再飞，全打掉，这露娜可以吗 ？Double kill， 我觉得可以 ，Triple kill， Ace。